由爱城华人圣乐团举办的第七届赞颂真善美崇拜圣乐训练将于7月1日至5日举行，主题是以真以灵敬拜神，主讲是资深华人神学家唐佑之博士。唐博士和另外7位讲员将会带领合共17个不同主题的课堂，不如等我们现在一起看看各课堂的简介。主讲方面，唐博士将以重寻敬拜的原貌、重探敬拜的真意和重索安息日的价值为题，和信徒分享如何建立一个以心灵按真理的敬拜生命。工作坊方面，圣乐的牧养功能和发展教会的崇拜圣乐事工将讲到圣乐在崇拜中的重要角色。而如果你打算进一步操练你的歌唱恩赐，合唱技巧的窍门和声乐班便能够配合到你的需要。讲到唱歌，你知不知道诗篇中有颂赞的歌也有哀伤的歌呢？从诗篇看敬拜，将会研读到各类型的诗篇和从中学习到敬拜的内容。而敬拜、艺术、应用将讲解圣经对艺术使用的教导，并分享到艺术如何提升信徒对神的敬拜。在圣经中提到的其中一项艺术就是舞蹈，敬拜与舞蹈将分享到如何藉着舞蹈丰富敬拜的设计。另外，五祭七节的现代意义和会幕与圣殿将带大家走进旧约圣经中，看看神对信徒敬拜的要求。不知道大家对基督教的各大宗派和他们的敬拜神学观有多少了解呢？不同宗派的敬拜特色，这个课堂将能够扩阔信徒在这方面的认识。而当敬拜遇上文化时，就会讲到我们当代的敬拜正受着怎样的文化冲击。主餐和浸礼是主耶稣吩咐信徒遵守的圣礼。主餐和浸礼这个课堂将会讲到主餐和浸礼的属灵意义和历史背景。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课堂外，今年的训练周更加首次加入逾越节晚餐，在当中和信徒共享一个既富教育性亦具纪念性的晚餐。而另外，一如往年，所有参加训练周的学员将会组成联合诗班，在客席指挥 Dr. Melanie Turgeon 的带领下，为着7月5日晚上的众唱会进行练习和彩排。费用方面，必修课程的注册费是$75，日间课程是$40，而逾越节晚餐则另外收费$20。如果你在5月20日之前报名，必修课程的优惠价是$50，日间课程的优惠价是$30，而逾越节晚餐的优惠价是$15。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以真以灵敬拜神这个崇拜圣乐训练，或者想知道更多有关的内容，我们欢迎你去到圣乐团的网站，你亦都可以用 email 和电话和我们联络。盼望大家把握这个学习机会，报名参加今年的赞颂真善美崇拜圣乐训练，从而丰富和更新我们的敬拜生命。